将舞者与背景无缝地融合，我们使用了 3D 主动式立体投影技术。当这样的投影与舞者搭配起来，舞台有了更大的景深和更真实的立体感。舞者的表演仿佛延伸到了观众的鼻尖，创造出一个恍惚触手可及的表演。那这表演的核心技术是用 motion capture 将舞者的肢体资料及时的传到影像工作站，然后在这影像工作站呢，用这些资料去驱动即时的 3D 场景与虚拟角色，然后用立体投影将这些场景与舞者无缝的衔接起来。从古至今，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我们度量时空的工具与单位，所以我想要探索的是新的科技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心灵为单位去度量与记录我们所处在的时空。